我们首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今天的护摩祖尊文殊师利菩萨。嗡阿拉巴扎那帝满诸师利。我们敬礼坛城三宝，师母丹增嘎措仁波切，图登西地仁波切，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啊，网络上的同门啊，大家好。大家师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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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林布林，师母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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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母好，师母好，师母好，那先告诉大家，next week, main three, afternoon, three o'clock p.m.是穗慧基金刚护摩法会啊，慧基金刚护摩法会。那么下个礼拜天的这个五月三号的护摩法会呢，是慧基金刚。那么慧基金刚啊，刚好它是专门吃所有污秽的东西，可以吃掉所有的毒物，所以这一坛的护摩非常的重要，慧基金刚的护摩非常的重要啊。在道果里面呢，有提到你用黑色的芝麻代表所有污秽的东西，像那个新冠病毒就是污秽的东西，我们把这些污秽的东西呢，把它烧了以后呢，有慧基金刚把它吃下去啊。所有的金刚神当中啊，慧基金刚就是专门吃污秽的所有的毒物跟所有的细菌。我们盼望这一次的慧基金刚法会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所有的病业或者新冠病毒跟所有的细菌啊，全部给它吃掉啊，这样子呢，这个护摩法会呢
就会有很大的这个成绩出来。啊，盼望这个很多人能够参加这一次的慧济金刚护摩法会的主起，啊，共同呢扫荡这个新冠病毒。另外有一个消息是，彩虹雷藏寺的最新网页已经正式的启动了。为更好的服务全世界的同门，彩虹雷藏寺的网页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大家。这个新的网页啊，是由师母巧思所架构出来。网页中的各种功能及介绍，能提供给大家更快、更新的法务信息及各项的服务。欢迎大家能够上网阅读彩虹雷藏寺的全新网页，那网址是 tbsrainbow.org 啊。TBS 有一横。这个 RAINBOW 有一个点，然后是 ORG， 这是它的网址。那么这里面呢，是彩虹雷藏寺最新网页，它的这个网页非常的好，是我自己看了，也是排名第一啊。我没有上网啊，是师母上网给我看的。那么秉祥师兄呢，就是网络直播的主持人啊。他有问了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两个，就是这个网络直播的，就秉祥师兄是负责人，啊 ，Alice 啊，这是导播，另外还有 Samantha 啊，他在做录影，那么他们三个人哦，帮忙了一切，另外还有翻译那个哈尼瓦啊。这都是重点的，这个谢谢他们。那秉祥师兄有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师尊，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们，师尊的护摩啊、哦，怎么会这个护摩的？他的传承从哪里来？”那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哦。那跟大家讲，是了明和尚。他所教的藏密的护摩是了明和尚所教的，那东密的护摩是普方上师所教的，啊，东密的护摩是普方上师所教的，就是日本真言宗的护摩是普方上师所教的，那么藏密的护摩是了明和尚所教的。那么教完了，他做了一遍以后呢，我看后来这个了明和尚他给我一本书，也就是《大藏密要》啊，《大藏密要》应该可以请得到这本书，叫做《大藏》啊，大
我们雷藏寺的藏，大藏密钥啊，秘密的密，钥就是要诀的要，大藏密钥这本书里面全部有做附魔的种种的方法跟不一样的地方啊，种种的方法都在大藏密钥里面。这是了明和尚给我的这个华本啊，大家可以看的。那么现在在回答这个同门之间提问的这些问题啊，师尊认为这个有很多问题，当然人间就是问题啊，问题就在人间，天地之间呢、啊、都是问题，问题之中自有天地，那么这个问题是永远不会完的。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因为我解决了一个问题，那么就从这个问题里面横生出100个问题，不问都没有问题，一问全部都是问题。天地之间都是问题，问题之中自有天地。所以我回答了一个问题以后呢，同门就会想出100个问题来问我，这个永远是问不完的。那么我们既然问不完，那么就永远问下去。这个这边讲哈，一个姓吴的问哈，师尊前年曾开示以无垠晴空来比喻空境，是日以密室静坐时，是有一股暖流自头顶繁泻灌顶直入全身，自该日起至数日间，心境澄明无波，清净如虚空无边际，感思秀才不出门，依知天下事，瞬间一切豁然开朗。请问师尊，这是属于悟空的境界感受吗？还是只是一切修法的接受？他问这个，他觉得这种感受，这种接受是悟空的境界吗？还是一般修法的接受？我告诉你，很简单，你问的全部都是，也就是说是一般修法的接受，也是悟空的境界接受。我们知道什么是无垠晴空，一望无际。到目前为止，我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的天地之间到底有多广大，有多宽，有多长。
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讲说，哦，我已经看到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了，我已经看见了，没有的。而现在我们是以无垠境，这个晴空，无垠晴空啊，来做这个比喻，也就是我们看上去蓝蓝的天，天天天蓝。天天天蓝，连一朵云都没有，无边无际，我们就把这个象征为空性吧。啊，它的无尽很好，这是悟空的境界，也是修法的接受。那么第二个问题，师尊文集有提到，师尊的背包是什么？师尊的背包是众生以佛法大慈大悲的师尊，为了最近非常实施的病菌，师尊也很不舍一个众生离去。师尊日夜修法，加持众生以弟子及弟子，弟子我没用，代替不到师尊的辛苦。师尊，我该怎么做？祝师尊师母佛体安康，常住世间，大转法轮，普度众生。师尊的背包是什么？他问的就是问这个问题，师尊的背包是什么？这个弥勒菩萨他有一个很大的背包啊，我想的是中国的弥勒菩萨，也就是这个肚子很大的，脸很圆的啊，像这个西藏的弥勒菩萨他是瘦身的，我们中国的弥勒菩萨啊是这个是肥胖的，但是他背上拿一个背包很大的。那师尊的背包是什么呢？是无形的。弥勒菩萨把背包放下，这个就是真正的放下，放下，放下一切都无有，提起背包，就是把众生提起，放下跟提起，其实它都有法位的，都有法位在其中。那师尊的背包当然也是提起众生，把所有真佛中的弟子全部放在背包里面。啊，他也讲到了，就是师尊也很不舍一个众生离去，把真佛中的弟子全部放在背包上面，提起众生，教化众生，让众生全部都成就。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就是跟着师尊好好修行，将来师尊走了，你就代表师尊去提起师尊所提的众生，这就是你本身的任务，这就是大转法轮，
普度众生，这是第二个问题。要如何对内修千手千眼观音大悲甘露水服用，排除沉藏在身上的杠头毒素？要如何对内修千手千眼观音大悲甘露水服用？哦，你要求这个大悲水，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水服用，排除你身上的杠头毒素，这是一个问题啊。哦，他有很多问题哦。告诉大家哈，我们求大悲咒水，你就是用一个顶的手印，这个是顶的手印。我们中国的这个顶就是三只脚顶啊。那拿一个杯子，这里有杯子吗？哇，这个又大又重。那真的水就喝一口吧。哦，这样会吗？好，我看一下，我看看这个手印会不会解。这只手比较难解，这个手解这个手印。结这个手印啊，这个大悲咒水，这个是一杯阴阳水，用顶，然后你的指头在这个水面上画一个home字，点一点，一个圈，一个叶，一横，写一个home字，咒字home字，在水面上写一个home字。用这个印啊，写一个home字。写完以后，你念南无萨曼多摩多南瓦扎拉达摩舍，南无萨曼多摩多南瓦扎拉达摩舍，南无萨曼多摩多南瓦扎拉达摩舍。你念这个大悲咒的短咒。大悲咒的短咒，念108遍也可以，49遍也可以，21遍也可以。念完，你在这个水字上再写一个home字，加持，然后把它喝下去，就可以解除。你身沉藏在身上的杠头毒素啊，人家给你做杠头，那你用大悲咒水解除自己，你就念大悲咒的短咒，21遍、49遍、108遍，那么然后结这个印呢？结这个印，然后在水面上写一个梵字的和藏字的这个home字，home字，再把水喝下去就是了。这是第一个问题。要如何对外修大白伞盖佛母破除疑超度？哦，这个都是问法的，哇，全部都是法哎！天哪，你有几个问题？哦，有6个问题，这个讲完差不多都结束了。
大白伞盖佛母 ，Home 妈妈 Home 你手哈，先解手印啊 ，Home 妈妈 Home 你手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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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108遍的 Home 妈妈 Home 你手哈，然后再做观想，观想。有伞盖，白色的伞盖，像这个法船一样，在虚空之中，在你的顶上，然后守护着你。这个整个伞盖啊，发出光芒，罩住你的身体，罩住你的身体。这个就是破除，破除，破除什么呢？破除一切的杠头，破除一切的邪术，保护着你的身体。Home 妈妈 ，Home 你说哈 ，Home 妈妈 ，Home 你说哈 ，Home 妈妈 ，Home 你说哈。啊，这个就大白伞盖佛母的破除法，罩住你，你自己身心就清净。然后怎么做超度？你要超度的话，你就把这伞盖移到这个被超度人的身上。你如果是在这个大体之前，你要超度自己的家人，你可以用这个方法。Home 妈妈 Home 你手哈 ，Home 妈妈 Home 你手哈。Home 妈妈 Home 你说，念完108遍，观想伞盖罩住那个大体。你如果不是大体，就罩住他的照片；如果没有照片，就罩住他的假人、纸人。纸人写他的名字，写他的生辰八字、住址、生前的住址在哪里，用大白伞盖。观想大白伞盖去罩住它，这样子也有超度的力量，也有超度的力量。好，这个第二个法讲完了啊，再讲第三个，行者如何四重结界法、金刚临除结界法、大悲咒水结界法。修法之力浅是否影响修法结界的效果？没错，你问得很对啊！修法的资历很浅，是不是会影响修法结界的效果？没有错，你讲的没有错。我们讲的功力越深呐、啊，它的力量就越大。像看你的内功修为啊，武侠小说不是讲吗？你的内力很强吗？内力啊，内功修为很强，你发出来的掌就不一样。这个降龙十八掌啊，降龙十八掌，每一掌都到地，就是因为你内力很强。你内力很虚呢？内力根本就没有内力，你就是做什么啊？那个叫做怎么讲啊？降龙十八掌，你会了降龙不眨掌，也是只有能够打死一只蚂蚁。你功力很深呐、啊，自然把墙壁都打破了。你内力很根本就没有内力啊，你只能够打死一只蚂蚁啊，就是给你降龙十八掌，你也不过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这个修行之力浅，跟修行之力多，你多的话，你像你修气，你气能够充足，一出手就是气功啊。你看师尊出手给你看了、啊。
他就是有这个震荡的这个内力出来，这表示自己有修气嘛。你气一出来，就是震荡的那种气就一直出来嘛。这个就可以把身上的鬼都给他赶掉了。你身上如果有鬼，这样子一震动，就把鬼给他清除掉了。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就是 spaghetti hand 啊 ，spaghetti 意大利面的面条出来，咦，终于可以揉死一只蚂蚁，这是当然。如何做四重结界法？你在修法的时候啊，观想有四面金刚墙，前面一面，后面一面，左右一面，就一个四方形，四方墙立起来，上面是金刚网，下来是金刚网，底下你坐的底下是金刚地基，金刚地基就是十日金刚处，有十日金刚处，化有十日金刚处的地基，这个金刚网上面有十日金刚网，四面有墙，这就三个了。这墙的底下有金刚火焰，金刚火升起来，你这个就是做结界嘛。所以要用观想四面金刚墙，上面金刚网，底下金刚地基，金刚火从墙边升起来，这个很多的不好的东西进不到你那里，无法晋升，这个就是结界，四重结界。金刚灵除结界，金刚灵就这个灵就放大，变成放大了灵，然后灵把你的全身盖住，很大的一个灵，金刚灵把你全身盖住，这就是灵的结界，灵的结界，灵的结界。你手比这样子，手比这样子，甚至于你如果站立的时候脚也比弯曲的，就是金刚处，金刚处的结界就是这样子。哎，手像一个金刚处一样举起来，脚也像金刚处一样的，你站立着，这样子就代表金刚处的结界，代表金刚处的结界。所以金刚临除结界就这样教给你们啊。另外他还问大悲咒水结界法。哇，这么多的问题。阿嘛喂，阿弥陀佛。大悲咒水结界法。什么大悲咒水？刚刚我讲了大悲咒水怎么做，你们已经知道了。南无萨曼多摩多兰瓦日拉耽摩舍，南无萨曼多摩多兰瓦日拉耽摩舍，念这个大悲咒水的短咒，然后用这个用金刚指，这是属于金刚指啊。这个写了一个后字以后，这沾水，这个弹向这个房子的四个角，大悲咒水结界，这样会不会？啊，他的第四个问题。
行者在修法时不自觉出现呃气、打嗝、打嗝、打哈欠的现象是正常的吗？正常。打嗝、如果一直饿下去，饿个三四天，那就不正常。人一下子饿，一下子要讲话饿，这边饿，那边饿，饿饿饿饿，你肚子饿啊？那个就是不正常的啦。啊，如果你只有饿几声，修法的时候饿一声，表示你身上的气跑出来，不要紧，那是正常的。打哈欠，有这个灵过来，灵界的灵过来，你会打哈欠。啊，师尊有时候啊打哈欠打得很厉害，啊，其实也不是打哈欠，就是有灵过来在你附近，你就会打哈欠，这是正常的。但是不要一直打哈欠，也打了很久，那饿也不能饿个三天。我看到有人告诉我，有人打嗝，打嗝一共打了三四年，打嗝打不停，打三四年，那就是病了，那不是什么气那个。所以我们不管打嗝或者打哈欠，都是一下子而已，那是正常的。家里没有坛城，对修法有影响吗？如果要设坛城，要如何进行？阿妈喂，设坛城要如何进行？我讲一个礼拜也讲不完了。你要设什么坛城？啊，坛城有好多种坛城呢，有三角形的坛城，有圆形的坛城，啊，有四方形的坛城，这个有半圆形的坛城，啊，对，都为了设这个坛城要做什么用，都有那个的，或者家里做固定的坛城要如何进行，这个应该要请教这个上师法师。或者是已经有设有坛城的人，啊，告诉你哈，家里没有坛城，对修法有影响吗？我告诉你，真正有能力的，你的坛城可以设在虚空之中。每一次在修法里面，先把虚空的坛城观想出来，然后你再来修法。这个可以的，更有能力的，你的身体就是坛城啊，这叫身坛城。这里有毗卢遮那佛在眉心轮，有阿弥陀佛在喉轮，有阿出佛不动佛在心轮，有宝生佛在际轮，有不空成就法佛，这个在密轮，这个就是坛城啊。我告诉你了，耳朵也是一个坛城啊，鼻子也是一个坛城啊，牙齿也是一个坛城啊，舌头也是一个坛城啊，两个眼睛也是一个坛城啊，头发也是坛城啊，你的皮肤全部都是坛城，住着那个500罗汉都住在你的毛孔里面呢，啊，都在你的毛细孔里面呢，啊。你要拿一个罗汉灌顶，我就用拿一个毛细孔给你灌顶，这个就是生坛城啊。这个功力深的，不需要有坛城，因为虚空就是他的坛城。你自己修行成就的，你的身体就是你的坛城。
那师尊为什么没有带这个带冠呢？为什么主持法会没有带冠呢？很简单的，眨一个眼睛，这个冠就出来了，在你头上，只是你看不到而已。所以这个就是深坛城啊。那你如果是浅修的哦，不知道你修法多久了，这个修法资历浅的一定要有坛城，因为才能够摄住你的心嘛。像师尊功力深的虚空中就是坛城，要请哪一尊哪一尊就过来。像文殊师利菩萨在我们现在在我们这里，我看得见他的。告诉你，他没有降在我身上，但是他告诉我，表演的他不表演，表演性的他不要。但是你们刚刚看我解手印的时候，文殊师利菩萨明明降在我身上啊，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的。师尊一定会变脸的，他降在我身上，我身上我的脸一定会变的。刚刚我想请文殊师利菩萨降在我身上，他说表演的他不要，这个就是作秀，作秀啊！我们不能够作秀，我们是实实在在修法。再来再问啊，行者自身和住处老是重法。可能是重杠头了，遭重杠头。除了精进修法，请神佛加持，还有其他方式保护自己及破法吗？刚刚教你的就是，啊，记得金刚临除结界、大悲咒水结界、四重结界、大白伞盖也可以破除。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水也可以排除，哦，这个问题解决了。文殊师利菩萨很好玩，他跟我讲说，作秀的不要，第一个问题，这个是无花。哎呀，你这个名字好啊！以前我看那个楚留香啊，它里面就有一个无花和尚，他这个无是口天无，那个在花朵的花，无花啊，无花。那楚留香里面有一个无花和尚，那个名字很好。第一个问题，持咒可以按本尊法仪轨来修吗？例如持地藏王菩萨的心咒 ，Om 哈哈哈为萨摩耶梭哈，祈求根本上是注定加持数量观。这个一清净咒高王经一遍。念数量心记花菩提心忏悔加持 师尊心咒108遍所结地藏王菩萨所印观空坐九劫佛风入我入出定念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请佛注释祈愿文回向百日明礼拜出坛
我告诉你，这个仪轨哈，第一个，你一定要观想，在这个做九劫佛风入我入之前，所结地藏王菩萨印观空，中间必须要有观想，观想地藏王菩萨。然后呢，你还要持地藏王菩萨的咒，还要持咒，还要结手印，结手印持咒啊，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的手印呢、啊？是这样子，你一定要结手印，观空完了就结手印，然后观想地藏王菩萨显现在你面前，我一刹那之间就可以观想地藏王菩萨。第一个，他的右手持锡杖，他的左手拿着光明珠，头戴五佛冠，全身庄严，然后出现在我面前，地藏王菩萨出现在我面前，然后他放光照我，第一个嗡，照我眉心；啊，照我喉轮；吽，照我心轮。三光加倍，然后观想它移到你的这个，然后开始念咒啊。你观想地藏王菩萨完的时候，三光加倍完了，念咒：嗡，哈哈哈，为萨摩耶娑哈。嗡哈哈哈为三昧耶娑哈，嗡哈哈哈为三昧耶娑哈。念完108遍念咒的时候，可以删掉手印；观想的时候，必须要那个，然后你开始念咒，啊，念108遍，然后再观想地藏王菩萨变成一个光点，移到你的顶窍，进入你的中脉，啊。然后你的莲花，八叶莲花开放，地藏王菩萨坐在八叶莲花，然后放大身子，跟你完全一模一样。你一刹那之间，一弹指，你自己就变成地藏王菩萨。这个就是入我入啊，入我入，做九劫佛风，九劫佛风就是做呼吸的，呼吸。让自己的心完全合一啊，切你的这个就是缺少的观想、持咒、观想跟持咒，其他的都可以回向百日明、礼拜初坛。第二个问题，祈求根本上师注顶加持前，可以念祈请莲生佛佛加持文。在做根本上师注顶加持没有问题，这个是标准的。你要请这个啊莲生佛佛加持的时候啊，注顶加持可以祈请莲生佛佛加持文，可以念诵莲生佛佛加持文。这是莲花这个记和问的啊。现在都几点了？我知道是4:34，但是讲了多久？超过50分了、啊，但问题都还没有讲完呢、啊。哦，这个问题是这样，想问关于八大菩萨的名号，《真佛经》跟《高王经》如下。其他网络上说密教八大菩萨就有文殊师利菩萨，但没有妙吉祥菩萨。我告诉你，妙吉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请问这两个菩萨是同一尊，
但不同名称吗？谢谢。没错，妙吉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掌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章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对，没错，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妙吉祥啊，妙吉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很多名称的。文殊师利菩萨不简单呢，我告诉你哦，刚刚都没有讲到文殊师利菩萨。哎，文殊师利菩萨是最伟大的菩萨，跟大家讲，八大菩萨里面哦，文殊师利菩萨是法王子，他是上首，上首菩萨，他是最伟大，神通最厉害的，最大的神通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跟大家简单讲一句，文殊师利菩萨有五级文殊，五级啊，就是说五个头级啊，一共绑五个五级文殊，代表着五大智慧。你看，从五方佛的智慧都在文殊师利菩萨上面的顶上。文殊师利菩萨是七佛之师啊，七个佛的师父，他是龙种上尊王佛，他的名号是龙种上尊王佛。他成佛的时候是龙种上尊王佛，是很大的菩萨。你今天问的对了，文殊师利菩萨五级文殊，就代表五大智慧啊，五大智慧谁会啊？啊，你们这个在这个入的可以不可以回答？入可以，平等心智，妙观察智，平等心智，法界体性智。法界体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成所作智，成所作智，大圆净智，大圆净智，这样叫五个多齐了，五个多齐了，哇，你们很厉害哦，你们可以当我的老师。请问师尊，我在梦里梦见师尊。我请师尊加持我的病，他是硬皮症，我就跪下来，师尊你就帮我加持。我听到师尊念，你念的是高王经，然后我感觉到一股电流通过，然后就昏过去了，就这样梦醒了，到现在我还记得。请问师尊，这是你帮我灌顶高王观世音吗？谢谢师尊。这个莲花一停，没错，依婷不是，它是皈依的依啊，啊，亭亭玉立的亭，啊，皈依的依，莲花依婷，哦，这个还好，这一股电流通过去就昏倒了，还好，你能够醒过来就很好了。我念高王经，就是给你灌顶高王观世音，好，一样的。好，念一点道果的经文，笑话都还没讲呢。这里谈到。饮食失调节中漏，行止不端过中漏两项，以前章教示之饮食微仪受甘露部分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啦，此等为终极界时主要的障碍，故守护极为珍贵。
诶，刚好讲完，啊，念一遍就是了。饮食失调节中漏，行止不端过中漏，这两项呢，跟前面的章节教示，指饮食微仪受甘露部分，没有什么差别，就是等于的是那个。此等为终极界主要的障碍，故守护极为珍贵。现在都教大家这个道果里面教大家守护，守护无漏师啊，师尊是无漏尊者啊，不会漏师。那这个就是因为修这个无漏法，这里面所讲的都是无漏法，也有用药的，也有用兽皮的，也有用这个如何啊做这个做念咒守护的，好多种种种的方法，都在这个上极界、中极界，还有一个下大中小，大中小吧，是中极界。三种极界里面，它有漏失的，都有方法教大家，啊，大家注意就是了。这个是做这个 nine 的事吗？某某人在吗？我要跟你说。我下个月就要死了，你可以来参加我的丧礼吗？这个人回答：我下个月没空耶。这个月倒是可以，你可以不可以早一点死？这个死这个字哦，也是很奇怪，没有人知道死期的。哪一天什么时候会死，没有人知道的。他说我下个月会死，这大概就是医生本身用测的，也跟他讲，医生有时候讲说，啊，你活不过三个月，差不多活不过三个月。以前也一样啊，连登上师，这医生跟他讲你大概活不过三个月了啊，他都得到这个会 cancer 会的 cancer， 医生跟他讲你活不过三个月了，结果他活了四年了，活了再多活了四年，所以这个是不准的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子。这里面有意大利式的幽默啊，他是这样子讲：也许我们意大利人已陷入困境，但是请你告诉我哪个国家可以跟我们一样？我们医师所穿的防护衣是阿玛尼九九阿玛尼做的防护衣，是九九阿玛尼做的呼吸器，是法拉利做的口罩，是库奇做的消毒移交，是伯格里做的，都是名牌哦。我们也许会挂掉，但是死的时候非常的时尚有型，这真的很厉害。那谢谢大家的观赏啊，那么记得下个礼拜天是慧济金刚。慧济金刚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报身释迦牟尼佛，南无应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济金刚大乾神王佛。这个慧济金刚啊，慧济金刚专门吃污秽的，专门吃细菌，专门吃这个病毒啊，它可以这个消灭病毒，消灭细菌，也能够消灭所有的疾病，把我们身上的业障污秽全部吃掉。那么大家尽量的报名组起参加 Om Mani Padme Hum。